有人问我为什么还愿意去接主持金马奖这么艰巨的工作，其实与其说是辛苦，我更享受坐下来好好欣赏每一段故事的美丽过程。华语电影工作者不论幕前幕后，其实他们都一直努力的持续前进着，所以我在这里想邀请大家也能坐下来一起看看今年精彩的电影故事。欢迎入座，11月26日敬请锁定第53届金马奖颁奖典礼。